咁今日仲要嚟咗蔚来呢边咧，就肯定要嚟龙岗呢个地方食乜？大家都肯定知道啦，一间好正宗嘅龙岗猪脚饭嚟，龙岗镇呢度。我而家反而谂紧一个问题啊，啱啱撞正啲人放学，唔知有冇位食饭啊？喺潮汕地区第三日啊，今日呢度系最大人流啦，已经嚟到龙岗，肯定系食猪脚饭噶啦。阿虎仔，虎仔喺边啊？我整你啊，都系用你啊！哇，系啊，小姐，呢啲系咩嚟噶？好大兜啊！咩嚟噶？知喎，哦，好香喎、啊！啲鱼饼嚟噶应该，薯粉面饺啊，即系薯粉嘅饺子，哇，好靓啊！哎，猪脚兄见到啦。好，嗱，多步多步，猪脚兴饭店啊，砌佢砌佢。哇，嗰鱼豆腐啊，哇，好大只啊，猪脚，好大只猪脚。我俾现金噶喎，要有冇现金啊？冇。你应该有。有咩？好靓啊，都得。怎么卖的这些饭是？这两位吗？两位的。两位你就安排这两份的猪脚，三份要一起。哦，这样的。对，也可以一起的猪脚饭。哦，那有没有那个四点斤啊？那个没有了，那个没有早上过来。早上几点钟才有啊？咱们这边五点半开门。那这些肉卷有没有在里面的？你要的话都可以给你带一点。我两个人份的在这里吃。要不要一个汤一个青菜？有什么汤啊？咸菜豆腐。咸菜豆腐可以。有冬瓜。咸菜豆腐试一下喽。好。还有什么青菜啊？应该是油菜和菜花。哦，那这都来。好。这个是五花肉吗？都是猪脚啊！哦，啲宝靓啊，你睇下，再加上呢个夕阳嘅无限好，再滚滚再几捻靓。哦，即刻有嘢到。一碗饭嘅。唔系，攞唔到咁多嘢啫，两碗饭。谢谢。哦，好。又系啲淋到烂嘅。你睇佢震啦，已经就咁揿佢啦，已经。就菜。嗱，你觉唔觉呢度食猪脚饭咧，真系啲饭都唔系话。好硬嗰啲嚟噶，全部都依啲淋淋地啲味，唔咸啊呢个汁，就系得猪油味，等完猪油捞埋捞咗先啦。豆腐汤，哦，酸菜豆腐猪杂喎，酸菜豆腐汤我真系第一次噶喎，佢唔酸我得个咸嘅啫，咸菜，几靓噶，乜都唔好饮就咁食够先，索翻就试试佢。傳說中最好吃的龍崗豬腳飯呢個，哇！呢個又冇咁爛喎，唔會話真係入口溶到化嘅嗰種喎，啲細嘅好腍，但係都係偏淡喎嗰個啲嘢。我黐住對筷子已經，你放我辣椒醬，你可以飲一飲佢。如果最點金我可能就係真係要一早七八點嚟食早飯嗰陣先有，又係。即係都係嗰句啦，正宗嗰啲嘢係符合佢哋當地人嘅口味，咪叫正宗，唔一定會全部人都會符合到咯。係食係好食嘅，我中意食嘅龍崗豬腳飯咧，係嗰啲肥嘅要入口即化嗰種咁。咁呢度食落去咧，佢係未淋得曬、未化得曬嘅，係有少少渣個口嘅嗰啲，好有骨膠原嗰種感覺，就會比較立口少少食落去。但可能人哋就中意食呢種感覺啦。佢呢個真係個肉個瘦嗰個位置做得很好嘅。豬油的感覺好重啊！呢個成口都豬油一咬入去。黃章嚇？呢個係咩章？黃章。黃章。唔知係咪叫黃章㗎？我哋喺廣州啲人係個個咁叫。我哋知佢係肉卷，因為佢好實啊，咬落去。哦，呢個蒜嚟㗎。係，好有蒜味。哦，咁啊，呢個好食喎，唔知有冇得買翻兩條翻去食下咧？哎呀！啊，不過呢啲真係睇落已經好想食，好有胃口啊！啲你覺唔覺啊？睇落就已經。又俾你發現咗啲，好靚喎呢個，係啊，咪就好靚咯。佢呢個啲瘦肉係做得好，我就話佢呢個豬腳。我哋啊，呢兩日喺潮汕之旅啊，都有啲飄飄地食親飯，人哋話幫我哋配個兩人餐，價錢都唔問價人上嘅啦，買翻唔知幾錢。這個怎麼賣的？按斤算的。這個呢？我剛剛吃的那個是肉卷來的，是吧？應該。哦，你要幾多啊？兩條。
找四条给我。75，这个43，110吗？谢谢哦。谢谢啊，好，好，哎，嗱。118，有食有拎，四条肉卷，跟住两支汽水，一个双人餐70蚊，原来。咁啊，呢度应该系最多有间猪脚饭嚟噶啦。皮肤探价部，唔该行翻路，收队。点解关注我啊？